子混合中龙公开赛、银杯赛、成风湖木风抗泥杯。第一名加洛飞龙，第二名沿海龙舟队，第三名九龙中医院联网龙舟队 B 队，第四名怡和体育会，第五名通亚银行，第六名领袖龙，第七名社会福利处，而第八名咧就系龙凤巨龙队嘅。啊，恭喜晒咧同。第30场男子男女子混合中龙公开赛决赛金杯赛，坑口乡事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杯最后召集，请西贡富雅海鲜酒家北海龙永庆工程对面海 Face Dragon 立即前往召集处报道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岸上的龙舟健儿领队教练，咁当然咧，我哋喺呢个龙舟径道咧，好欢迎大家将你嘅意见咧就提出嚟分享噶吓。咁啊，今次喺龙舟径道嘅评述，我都学咗好多海上知识同埋龙舟嘅技巧。好似刚刚咧就有一场比赛，喺评述当中咧，我哋就见到好似四号线嘅九龙东消防编名咗，阻咗三号线嘅中电龙舟队。咁但原来咧有保证咧，翻嚟就将会有大雨嚟到我哋呢个西贡龙舟径道。嗱，大家望下，真系好啱喎。佢两分钟前我讲话右边个乌云会吹过嚟，真系喎，而家落吹紧过嚟喎，吹南风喎。犀利啊！今天我哋喺西贡龙舟咧，就除咗讲比赛，都希望大家长知识。啊，仲有啊，环保啊，嗰啲小朋友，我见有啲真系攞个水樽去斟水啊。咁啊，亦都有一啲小朋友咧，将嗰啲胶水樽咧抌落去个环保桶嗰度。多谢晒大家嘅合作啊！多谢晒。咁啊，嚟紧咧就下一场比赛，哇，好犀利啊！睇得好清楚都。第29場，咁啊比賽開始嘅時候再同大家介紹啦。多謝曬九龍東消防，頭先咧剛才提出呢個意見嚇，多謝曬。有啲禮貌得唔得啊？唔起身得唔得啊？又炸情驚又剩，你估自己又估嘅人先得啊！真是七頭嚟嘅啫。咁啊，抽手嘅，你覺得海龍食咗頭先嘅獎品啊？原來呢個抽手嘅揸嗰個獎嗰個好平嘅，佢食住個水流好長嘅蝦落去喎。好啦，你都通知翻啊，係啊，觀眾朋友，咁啊，好啲啦，咁啊，又可以食翻嘅好多啦。跟住，今日啊，啊，睇觀眾人派俾我十個人啦。真的好
嘅呢個抄手啊，可以將呢個綠洲咁直嘅去得冇走彎路啊，好嘢啊！不如五線嘅天菜龍有少波勾咗去右邊啦、啊，不原來可能有走嘢啊！原來做舵手呢咁嘅抄手咧係好，已經落咗水，準備啊，對嗰啲有經驗嘅人同我講咧，特別起步嗰一下咧，六隻龍八隻龍一齊出去咧。你偏歪少少啊，個抄手咧已經係好大分別啦。好，咁多謝，再次多謝各位朋友嚟到西貢區一等綠洲指導，多謝各位合作。你啦，你睇清楚。